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一千人了，现在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一千人了哈。然后接着呢，是我们的 NGO 团体，我们的 NGO 团体在我们的这个队伍的最后面，所以请各位依序，我们来做一个整队。同学，请移到第二大队，这里可以看到东海人精工作坊的旗帜，我们在这后面。第一排的同学，请带着你的同学往前移五步，往前移五步，等待。